今日和大家分享的经文的题目就是什么呢？一起读。大家都讲了，你有得选的。那如果信了主出去还是怎样？有一种菜蔬叫做苦瓜，晒干了叫什么？苦瓜干。我们不要出去都还是苦瓜干，因为神的说话是带来给我们喜乐平安的，有得选。我讲一些故事。在1995年的时间，那时我还是做建筑，我在香港太平山顶那里接到单拆楼的工程，那里有三座那些豪华别墅，他说过拆这座楼里面那些漂亮的龙头啊、灯饰呢，有些镀了金的，你要帮我保存，将来拆完交回给那个业主。然后拆了之后就很可惜，我看过之后我跟太太说，喂，这么大的仔都没住过豪宅，怀念拿了个地盘之后去到拆去都有半年，不如我跟你入去住下呢，我不节水节电就行了。太太说，哇，你都还很虚荣心。我说都是地盘的看耕着数一点，是吧？这些东西就是这样，在你的眼中看来是很有价值的物业，但是落在某些人的手上，在发展商手里面拆了它了，是吧？因为发展商买了这个地皮已经保了地价，保了高空，所以当它拆了这个这么漂亮的豪宅之后，它可以起32层的全海景的豪宅，他賣的錢數以幾倍翻幾番，不拆又怎會發展呢？不拆那個地皮的價值又怎會升倍升呢？同樣的道理，我們的人生，當我們認識了主，我們知道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們付了代價，我們如果不願意將我們自己的老我、舊時的我、舊時的言行举止习惯来到跟圣经的教导去改的话，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又怎可以提升我们的价值呢？我们又不是以前那个，是吧？油炸鬼是好味，但是如果经常 keep 住变成隔夜油炸鬼就不好了，是吧？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改变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做人如果不合神心意，你想想哪时有喜乐可言呢？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很关心我们要有喜乐平安，他常叫我们要有喜乐，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请大家读出今天的经文，我们你们的程序表都有的了，我们一起读好吗？读完六节经文，一二三，请。这样看来，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信服的，就当共去战经，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算在这弯曲叛谋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物，我若被挑电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与我一同喜乐。感谢神，这里有多少个喜乐啊？
眨下眼都有四次，提醒我哋信咗主，我哋要想办法得到喜乐，喺神里边得到造就。我将佢斩为三旧嗰啲经文啊。第一个道理就系话理所当然嘅顺服。如果我哋想喜乐，得到主而嚟嘅喜乐，我哋要顺服。但系呢个顺服系理所当然嘅。第十二嗰度咁讲，这样看来，我亲爱嘅弟兄啊，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恐惧战惊嚟做咩？作成啊，你们得救嘅功夫。原来我系信咗主得救，跟住我哋就要成长，努力去做好呢样嘢，作成。保罗讲嘅顺服系咩咧？好多时喺人性里边，我哋认为要快乐啊，就系你迎合我嘅心意啦，啊，太太听我话啦，啊，丈夫听太太话啦，咁就顺服啦，快乐啦。但系原来顺服咧，你就系要满足别人嘅想法喎。人哋想你咁样做，当然喺合情合理里边啦，你照做，咁就系顺服，放低自己。所以怎样能够因为顺服而带来有喜乐呢？神怎样教导我们呢？做一个真正开心的人呢？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那里，那个例都是耶稣基督，他怎样？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就自己卑微，卑微到顺服听父神的话，钉死十字架上。这个就是顺服，为的就是成就这个永世的救恩。保罗讲到耶稣基督，他有一个这么谦卑的榜样，他的谦卑和具体行动的顺服呢，就带来了给我们得到十字架那个救恩，而他自己承受那个痛苦。所以我们说跟随主学耶稣的样式，他已经摆上了一个这么谦卑的榜样，我们自己有没有学校呢？定是稍微什么我都不制呢？什么都是我要点我要点呢？这个是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放低个我字那个的最重要。看看你身边的朋友是怎样，他需要什么的帮助，他需要什么的将就去扶下去，自己少少吃亏不要紧，因为我们信了主已经赢了，拎住永生你是赢了的。地上的东西是很短暂，是可以过去的，包括你的面子啦，甚至你的财富啦，那些都是过去很短暂，带不到给你真正的喜乐平安，越争就越入越艰难。你看中文的我字很有趣，那我字里面其实暗藏了一个歌字，干歌的歌，是会伤人的。当你下下看自己重的时间，你就会伤到在你身边那个人。我们的得救是神的作为，耶稣基督他使我们因信称义，圣灵就使我们重生了。我们怎样去回报呢？我们就要恐惧战惊，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恐惧战惊即是唯恐过犹不及，做到加零一，尽量去做，咁嚟到回应神。同埋我哋要将自己嘅注意力摆咗喺主耶稣嘅身上，就算有时我哋身边冇弟兄姊妹、冇牧者，得自己独处嘅时间，我哋更加要留意圣灵提醒我哋嗰个嘅感动，有啲嘢平时在人面前不做的，当你一个人的时间更加不要做，那就是顺服，那就是作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你试想想，如果你想得到圣灵在你生命里面的改变，发挥它的功能，就好像有人送了一部很漂亮的车给你，很有马力的，很好的，安全的，但是你成日都将呢部车锁咗喺你嘅车房里边，你唔试下揸佢出嚟
加咗油喺公路上踩下抌下直路入下弯，你点知道呢部车系咁好咁贴地咁安全呢？个隔音又咁静呢？啲音响又咁好呢？同样道理，我哋信咗主嘅话，圣灵喺我哋内心啦。如果我哋唔俾圣灵嚟驱动我哋嗰个感觉，成日抹杀咗圣灵嘅感动，而去依旧做翻我哋以前嘅老我所做嘅嘢咧，我哋就唔会因为信咗主喺地上活咗时间，带嚟一个喜乐嘅人生。系啊，永生喺前面摆咗俾你啊，但系你喺地上活着嘅时间，仲系好似苦瓜干咁样，啊，仲系唔开心，唔系能够活到在地如在天。第十三节嗰度话，因为你哋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原来神透过圣灵喺我哋心里边运行咧。他是要成就他的美意，祝福我们，运行就是什么？就是使你带有圣灵而来的动力去推动你的基督徒人生。信了主，你有没有听到有人病的时间，弟兄姊妹家里面有需要，你 去当中探下去呢？还是都是自己成日挂着欢乐今宵？你有没有拨出一些时间去做神的工作呢？定是自己去追求自己的喜好呢？这个就是你有没有让圣灵去在你心里面运行，你有没有随时把握机会向你身边的人讲福音呢？我们日日可以见很多人，除了恩福堂那么多弟兄姊妹之外，无论你去到教会左边的食肆，你一坐低就有人招呼你，是吧？在地铁身边就有一个人可以让你为主作见证，让位给人啦，啊！如果有个人他的车仔重推不上去的，你不要嫌他慢阻住你，你帮他抖一抖的车仔过了地铁那条罅，包你会在个眼神里看到他的感恩不尽。如果咁啱佢仲在你隔离，咁啱仲有廿分钟地铁，你就可以同他讲福音，就是咁简单嘅。那个人就是上帝送到你面前的对象，切入点你越多操练，你越纯熟，好像主耶稣咁刻意去到个井旁，就是想遇见那个妇人，还问他拿水喝，那就有偈倾，那就将个福音带给他，福音那就传开。有时你见到基督徒啊，时常都讲口头禅啊，感谢神，感谢神，这些不是我做得的，是神帮助我的。是啊，他明白了以前的他不会这样做的，但现在他很自然地做，就是去让圣灵去在生命里面作成了他的功。当你看到某些人的性格本来是很暴躁的，啊，现在人平和了，真的不见几年不同了，啊，温柔了，体贴了，啊，有包容，啊，行为举止啊，工整了，啊，为什么呢？以前愁眉苦脸的，啊，现在他环境好像没改变，都是那份工，但是见他成日开心的，是吧？一阵又说 去陪谈，一阵又说去参加三福队，他很得闲，是吧？他应该爱之不得晚的，啊，我应该搭水过去的，啊，但是你一想到这里你应该惭愧了，你搭水过去，你份工好过去，你有没有去帮手参加三福队啊？还是我们拿我们的钱去 shopping 啊？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要让我们改变。神给你富足不是给你去歇，是给你多些时间能够帮到人。如果你想忙啊，去收回你就很忙了，是吧？有一个醉猫，就是酒鬼啦，生活潦倒，是人见到他都害怕的。后来有基督徒带了去信主，那些旧朋友见到这个人，诶，这个人醉猫来的嘛，为什么现在人家说有层楼供紧，钱从何来啊？是不是难道他在地牢里面或者在床下底储埋那些红酒，现在升了职，哈哈，赚到钱？但是这个人醉猫就跟你说了，
有人带咗我信耶稣，我靠住信咗耶稣祈祷戒咗酒啦，我就将饮酒嘅钱咧储下储下，我就有首期。你唔好笑啊！如果你系食烟仔嘅话，你攞个计数机同我计下数，50-60元一包烟，当然唔系啲私烟啦。你一日半包，甚至有啲一包，一年你几多包？你计一计，你都会赞下自己。原来我搵到咁多钱噶，不过我攞晒嚟点烟啫嘛，系嘛？真噶，呢个就系信服神，让圣灵改变自己嘅坏习惯带嚟嘅好处。第十四节经文佢仲讲啦，凡所行的啊，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个 PowerPoint 揿揿就出埋嚟啦，系啦，呢个咁嘅伎俩系我太太帮我整嘅。系，我觉得佢出神入化已经，所以好好欣赏佢，系嘛，感恩噶。做咗 PowerPoint， 你都享受到太太嘅帮忙。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我哋每日做几多嘢，见几多人，特别有教会生活，有团体生活，有小组生活，我哋有冇发怨言呢？上唔到地铁，我哋有冇赖身边嗰个呢？赚钱唔足都系你啦。嗰阵我都话唔做呢行啊，你又话呢行好。男怕入错行，女怕，但系有主就唔会、有咗主之后，你所入嗰啲行业，神会祝福你，让你的行业成为一个社会的祝福，别人的祝福，自己得益，怎会嫁错郎呢？是不是？你没看圣经吗？创世纪话嘛，那人独居不好，他一醒起上来就看到自己的肋骨，他就说，哇，这个就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吗？他很珍惜你的，你用这个属灵的眼光看你的配偶，你就不会嫁错的了，因为背后的推手是上帝嘛，那个局是他整出来的嘛， 有困难他会拆局的啦，什么你去拆的，是吧？你顺服就得了，是吧？我们那时在加拿大经常都要揸车，我太太有车牌他就不揸，所以两年后他就收到交通部给封信，里说他驾驶技术良好，没犯规。我也不知道羡慕他啊，定是自己要检讨、我啊间中收下牛肉干，为你泊车啫，那些不是超速，放心。咁我哋周时同一部车出入，很多时都有九个字到个零钟头喺架车度倾偈。我车有两个 break， 一个就是架车本身，另一个咧就是当我讲下讲下有啲牢骚嘅时间咧，我太太佢只左脚就踩 break 啦。他就说，喂，不要这样说，这样说是犯罪的。我说，哦，一提到罪我都怕了，是不是？我就冷静下来，顺服主的教训。主是透过你身边的配偶提醒你，日日省下你，好像一个锅，那个锅底那些锅捞，锅捞啊，黑蒙蒙，一夜洗不干净的，但是日日捽下你呢，你就立立令㗎喇，我哋有冇俾圣灵去捽下我哋呢？係咪让我哋嘅石心变做肉心㗎嘛。所以我哋唔好忘记对主起初嘅爱心，係咪？诗篇十六篇第二节佢话，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係我嘅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咁嘅意思係咩？就係表示要顺服神囉，主係我嘅好处不在以外。在家庭在教会里面，上帝要我们学习的就是顺服的功课。弟兄姊妹，向着这个目标吧。以弗所书那里都说了，这几节经文，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讲到妻子了，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都顺服丈夫，顺服凡事即系冚唪唥啦，系嘛？讲得白啲就系由得佢孭啦，系嘛？你使乜咁紧张啫，系嘛？等佢孭，佢错咗咪揾你咯，啱嘅你咪赞佢咯，啊，风险咪佢担啊嘛？点解咁蠢咧？系嘛？等佢出头，等佢做主。你们作丈夫又点回应啊？要爱你们嘅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命都俾埋你噶，即系挨到啊金睛火眼嚟到为个家嘅，系咪？你咪得闲帮佢抹下个额头嗰啲汗咯，系嘛？佢周住一额汗咁样放工噶，明唔明啊？所以我哋愿意放低我哋嘅成见去爱人爱神咧，你就真正得到喜乐，因为基督。为了爱教会去到这样舍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教会生活，我们关系很密切，在团契、崇拜、小组、出队，甚至去短宣、家庭聚会，有时我们难免有意见不同，有纷争，但是你和我都为了教会合一的好处，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呢？哎，你说了算数了，没问题，因为那些不是真理嘛，不是真理的东西，拗来做什么呢？是不是那些就是大家建立到个友谊，有得谈就什么都可以了，是吧？大家有关系就没关系了，如果没关系就有关系了，是吧？这些东西怎么行啊？所以跟着呢，我们的顺服呢是会为我们带来无瑕疵的生命的彰显。当你的基督徒行出来的时间，人家会看到，特别你身边未信主的人，他会看我们这一班所谓基督徒，他的口不讲也好，他会观察，你埋身跟他讲福音的时间，他会即刻到底，哇，他做的事不是这样的，你这样说，信你就傻啊，你说我没脑啊，是吧？我们就要避免这件事。好处是什么？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叛谬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哇，我们可以发光的为主，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当我读到这个经文，我想起我们的教会，我们想起我们的牧者，那些长执管理教会，特别堂会的牧者，他们一生摆上了他们的青春牧养这个教会，有一天他都会因着岁数的问题、体力的问题要淡出。他可不可以享受到看到我们会众灵命的成长，而他能够讲这句话呢？那些会众已经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了，让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呢， happy ending 呢，亦都冇徒劳呢，一生嘅扶持啲弟兄姊妹冇白费，佢哋嘅灵命会成长，亦都见到果效呢。嗱，呢个我哋要回应，回应俾我哋年长嘅牧者。嗱，唔系讲我啊，我系年长，但系我嘅牧会嘅年龄好短嘅啫，但系我哋身边有好多拖大了我们几十年的牧者，我们有没有这样来到回应呢？信服就是服从我们心里面的感动，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听从圣灵的指派去做事。在十五十六节那里讲了，如果我们能够信服神呢，起码有五点好处，你看看。第一，他可以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啊！原来顺服神，他的感动呢，喺同埋圣灵的教导责备呢，令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诚信的人。保罗都说他的心里面有两个律，一个教他做世界的事，一个教他追求圣洁。他都在这里成日争战、挣扎。他说这个取死的身体，是的，这场仗要打的。我们可以有时被人激到很生气，一句话刺回去就最好了，但是圣灵说不好啊，是吧？不好啊，包容他，饶恕他，原谅他七十个七次，那你就让圣灵的工作，你就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当有金钱、
權勢送到埋你，甚至男士的有些環境、有第三者的誘惑、異性的誘惑的時候，你答應過太太你是一生一世愛她的，那你這分鐘你是不是在世？既然你在世，那你是不是還愛她？既然愛她，你會不會想出軌？這個就是被聖靈提醒之後你所帶來每一日儲回來的誠信，不是睡醒覺有誠信，是你儲回來的，每一日儲回來。在這個第二點的好處，就是在這個彎曲叛謀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如果我們願意被聖靈去帶領順服祂的教導，我們又有能力去遠離罪惡，追求良善，成為同神沒有隔膜的天父的兒女。無瑕疵就這樣，做了錯很多時候我們都規避，特別 做個仔女就知道，犯了錯回去最怕見到的就是老爸老母，最好就去睡了覺，是不是？我們的神怎會睡覺的？你犯了罪他隨時看到啦，所以我們要信服。第三個，你們在世上顯出明光照耀，就是我們能夠在世人面前，當你願意吃虧、包容、接納，為了福音的緣故，有時做一些事好像自己傻、很蠢，但不要緊，那筆稱不是用世界的稱，是用上帝的稱來稱我們，那個價值是不同的，跟地上的法碼不同的。這樣的時候你就能夠為主作見證，你沒有犯罪的時間你就能夠頂天立地。最後的好處，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雖然道是看不到，但是因為透過你的活生生的人生的生活見證呢，就表明了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這個就是我們回應我們的牧者，亦都是我們回應我們的大牧人耶穌基督，我們要做的事，讓他不要枉死。你明白嗎？他是代罪羔羊，但是代完罪的罪還在我們身上，不斷攬著過世，他就浪費了。你想想，一條命來的，不要浪費，回應他。弟兄姊妹，當我們的生命能夠被神 改善，你羨不羨慕啊？讓聖靈去動工啦。做了基督徒都講緊接近30年了。在7年前我回那邊的教會的時間，那天落雪揸車，我車住太太去到一個輕鐵站，那裡有個 stop sign， 過了之後過埋個輕鐵就到我教會。在個路軌之前那裡是斜路，我想過去，但見到啲弟兄姊妹在前面的停車場7-8個人係咁打橫過馬路，咁我梗係踩俾你啦，咁我停低讓佢哋過。點知做好人要付代價嘅，當你咁樣禮讓之後，轉下眼嗰架輕鐵就喺左手邊嚟緊啦，因為我後面已經落咗閘啦嘛，咁我車頭已經突咗出個路軌幾寸。咁點好呢？衝過去就撞到弟兄姊妹，唯有褪後啦，梗係係嘛？一褪後，後面得個2尺喺雪地度，你話2尺2尺啊？佢間送咗2尺俾你噶嘛？咁就一嗌後，就聽到少少聲，後面嗰條 stop bar 咧就嘟咁啊落咗去啦，俾我硬斷咗啦。咁個輕鐵就過得到，我就冇事。但是信號指揮那條棍截住條路，那條棍就斷了。那當時我就落車了，我就看看，即刻就想不對路，看看個標就來夠鐘崇拜，不可以遲到。但是想想我走了，跟著在上面大路衝下來細路，看不到這條巴，他就以為過得，如果有車來那他就T-崩了，我就不敢走，停在那裡打電話自首，就是告訴交通部我整彎了你那些指揮那條指揮棍。那對方說 OK，
我知啦，咁我話你寫低我的車牌啊 ，OK， 我睇到啦。佢原來有個天眼已經睇住你嘅車牌，係嘛？咁好彩我先過一步啫。佢話得啦，你走啦咁講。我話我走咗咁樣點啊？冇人影呢個嘢。佢話好快我哋又會嚟恢復翻安條新嘅落去噶啦。佢話多謝你嘅投案。咁我話咁要罰幾多錢啊？佢話到時計咗數會寄張單俾你噶啦。咁啊安心啦。咁啊入咗去崇拜，個心冇隱藏幾好啊，係嘛？所以自首係好好嘅。喺屋企都係啊，做咗錯你啊，同配偶自首最好嘅，包你有嗰晚有覺好瞓。咁啊，跟住一年過後冇寄單嚟喎，到報税冇嘢，問下佢打電話去，佢話如果冇單俾你，咁咪即係唔罰你咯。哇！我話真係感謝主啊，咁就唔使罰。咁但係，这个都是钱银的问题，但是在我的小组里面有一个弟兄，他就叫信了主，但是就没什么追求灵命成长，但是估不到那天他就在对面马路，原来看着我这个的操作，他在小组里说回，他说想不到的卫城会这么蠢，过了就没事了，这样说，他说如果我就走了，我说你不够胆，他说我现在在香港当差的嘛。我話你在香港當差啫，你都唔係啦嘛，係咪？但係佢睇到我呢個咁嘅見證咧，佢話我好中意同你做朋友，有咩困難佢打嚟同我傾，我就可以牧養到佢。弟兄姊妹，呢、这個只係收穫，係咪？我哋有冇平時為主作見證咧？定係諗住自己甩身就算數咧？時刻俾聖靈提醒自己。所以最尾兩節經文，我話：如果我哋獻上為主咧，你就得到一種喜樂。啊，第三點，獻上為主得喜樂。保羅啊，佢係一個有情有義嘅人嚟噶。佢唔淨止真理講得清楚，感情都好豐富。你睇佢第十七、十八節點講啊？他說：我哋一齊讀啊！他說：我以你為供物，我若被轎電在其上，也是喜樂。并且你们也要喜乐，系啦，沉唔沉气啊？呢、这个老人家讲咗几次都叫我哋要喜乐，佢担心我哋苦瓜干咁样嚟到跟随佢。保罗话：如果你哋顺服神嘅说话，我就以你哋呢一样嘅信心嚟到成为一个祭物啊，嚟到献俾神。我哋嘅信心顺服的行為是可以被我們牧者成為他禱告得回來那個的效果的果效，他就說感恩獻祭給上帝。神啊，感謝你，我班會眾很順服，很依隨，很追求結聖靈果子，那就即是將我們的行為獻了給上帝咯、啊、是一個主要的供物。什麼叫轎電、啊、原來猶太人他們獻祭的時候，獻祭是猶太人一個很重要的部分來的、啊、轎電這個字的出現是在提摩太後書第四章是有一次，還有這裡就是兩次。保羅說我現在被轎電，他將自己的生死去為了傳福音去受苦、啊、他的生命受威脅，他為主獻上生命都好，我離世的時候到了，因為那時保羅是準備受緊難㗎啦，佢都能夠在自己受難的階段時刻，但係諗起那些信徒，佢話：你哋如果願意順服上帝的說話，就成為我獻俾上帝馨香的祭，我自己死不足惜。佢的果效達到了啦，因為當時羅馬政府要殺害佢啊嘛，佢就嚟要殉道啦嘛，你諗下。在困境里面他还记住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信服，如果有他死都甘心，是吧？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里试过迷茫呢？做一些大的决定的时间，你有没有抓不定主意呢？
你唔好自己一下就去作决定，你祷告啦，睇下神俾一啲乜嘢嘅指引俾你啦。喺咁嘅情况之下，你信服神嘅指引，你就容易得到平安同埋喜乐。我曾经都算做一个几大嘅决定，就系、是、当我喺2000年我移民嘅时候，一家人过加拿大，屋都卖晒，结束咗生意。我谂住过嗰边，第一同嗰两个仔女喺嗰边读紧大学嘅相处啦，第二我又装备下读神学啦。但系估唔到就喺嗰个咁嘅关键，机票都订埋 pack 箱啦，啲行李嘅时候系黑同白嘅问题啦。嚟咗香港冇灰色地带嘅，但系教会就买一块地，阿牧师就祈祷，佢话祈亲祷都见到你个样，咁啊呢啲唔使解经啦，系嘛？佢话揾个人想负责起楼，咁啊谂起见到我个样，咁我梗系回避啦，系嘛？呢啲再留低喺度做啲拖泥带水嘅嘢，几年喎、哦，咁我就避开下佢。去呢一堂讲道，你喺第二堂出现咪得咯，唔使教啦，系嘛？但系有一日佢话：，诶、哎，伟成你都就嚟走啦，同你食个晏啦，咁样。咁我太太话：，喂，食晏还食晏啦，大家勾咗手指尾，唔好应承啊！我打啊，君子立咗约，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但系我搭车喺油麻地。离罗市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说神，究竟你是要我留低定是不留低 ？Yes 定 No？ 点知我上咗大南西街，神都冇俾 Yes 或者 No 俾我，咁我就谂啦，咦，既然冇指示，咁梗系疑点啊归被告啦，系嘛？好简单嘅呢啲嘢 ，common law 嘛，咁我一于话唔制啦。咁點知我望住紅綠燈想過大南西街個紅綠燈嘅時間，綠燈啦，我咪過去咯。突然間再望清咗一眼，咦？紅綠燈垂直掛住變咗四個大字喎，主要用它嚇、啊，白底黑字，成尺咁大啲字，又係唔使解經。咁我呆咗，即刻停喺度，打電話俾太太，我話點算啊？我有祈禱喎、啊，點知？好奇唔奇，出咗四个咁嘅字，你唔好试探神啊嘛，系嘛？神系轻慢不得噶嘛，我点算啊？咁我谂住太太梗系 back up 我啦，咁勾咗手指尾，你仲喺度咁多姿势嘅，系嘛？点知太太话：你安静下，你 feel 下有冇平安？如果你照住做，我安静咗，系有平安。我话有喎，咁点啊？佢有啊，恭喜你啦！我恭喜我咩啊？我哋租地方住留低，我揾啲咁嘅嘢交。我好啦好啦，你都同意就得啦。咁我哋就开展咗个建堂，一条心。咁啊上到去见到牧师同阿执事会主席已经喺个房度等紧我。咁啊问候咗我翻越南探家人嘅细节之后，跟住就面色改变咗啦。牧师话。伟成，教会买一块地，我知道你讲乜啦，跟咗官咁耐，唔知官姓乜咩系嘛？我话牧师，我愿意留低建堂，我唔想我哋啲牧者开口求我哋。咁牧师成个人都好愕然，即系个心谂，广东话叫做咁顺摊。原来圣灵喐咗我，同时0.01秒喐埋我太太。你有乜计啊？可能系背后猛咁祷告咯，系嘛？佢发咗功在先，冇办法。咁牧师话：好，我哋感恩啦。估唔到三个人都出唔到声，三个人六只手捉住喺度喊。弟兄姊妹，圣灵嘅工作，佢俾我哋牧者会众执事嘅同心。为了主的国度摆上不容易，但是同心带来的果效非常美好。内容点你买本苏牧师写的那本嘢就得了，他真的好好地写低晒。在个过程神要什么呢？我们那几年建堂地盘的工友
超过100个工友信主啊，弟兄姊妹，感恩啊，系啊，你哋都系做得到噶，同心合一，信服圣灵嘅带领。最尾我讲下信主带嚟嘅平安喜乐。嗰阵时我喺嗰边都有嗰边教会帮手，好多时都去探访。有一个又是越南华侨，一生潦倒，54岁的时候他有癌症，他在第二个省过来我们的省的，孤零零一个人在医院里很凄凉。有个护士呢是我们教会的姊妹，所以我们教会这么大，很多护士姊妹，他就带了他回教会，当他可以回家的时间带了他回教会等他听福音。后来这个朋友带了信主，因为他又是越南华侨，咁啱得咁巧，大家好多嘢可以倾。咁信咗主之后，最尾佢都癌病复发，入翻医院，真系要离世。嗰阵我哋又系成日都探佢，拎住我哋嗰啲福音书去同佢讲，同佢坚固佢嘅信心。咁呢个朋友讲咗一句咁嘅说话，佢话：如果我不是认识主，我何来有这么多朋友关心我？他几十年都是孤零零，因为他有赌的习惯，结过婚亦都离了婚，有两个仔女在温哥华都不认他，很凄凉。但是信了主之后，他得到教会弟兄姊妹的关心，唱诗歌给他听，安慰了他，他同埋知道离世之后个零礼拜他要走都好啦，他就在天家等我哋。他说天家再见啦。咁后期感谢神，我哋联络到他的亲人在温哥华过嚟亚省嗰度，我哋帮他料理埋个丧礼之后，处理埋啲骨灰，确确实实是一个圆满嘅句号。所以有时有句经文大家要知道的，就是约翰福音4:36，一起读吧。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收割的人已经得了工钱了，为永生来到储蓄他的五谷了，使那些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来到快乐。那个护士就是撒种，但他能够眼见那个收割，一个潦倒的生命的人生，没人关心的人生，但是藉着主的爱能够给他有一个温暖，也都有一个盼望，然后才离世。也都神最后让他的两个仔女都可以拿回他的骨灰，这个就是上帝想我们在地上活出来，为他作见证，作成他的功，来到回报他给我们那个永世的救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真是透过经文，我们知道喜乐的源头是来自我们愿意信服神，作成他在我们身上的功。弟兄姊妹，你愿意得到这份真正的喜乐吗？如果愿意的，我请你举举手，等我为你祷告。我看到啊，请放低。那我们就要顺服神的旨意，学校使徒保罗地去传福音。一方面我们可以见证到神的大能，又可以加强自己对主的信心，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喜乐就是我们应得的。当我们信了主，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是有得拣喜乐，有得拣我们为主来到作见证。主耶稣，你听到我们的心声，看到我们的手，愿意圣灵往后日子拖带我们，让我们有个柔软的心肠肉心来到跟随你，时刻让圣灵去雕琢
改变我们的刚硬的心肠，让我们有温柔、有谦卑、有怜悯、有接纳，结出属灵的果子，让我们在人面前能够为你作见证，经历你给我们的喜乐平安。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